香菇炒青菜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，但是很多人做不好。今天这个做法你值得一试，简单爽脆，非常好吃。首先将青菜去根，将它切成两段，然后再将菜等切片，香菇切成薄厚均匀的片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只希望你能给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，非常感谢。锅中放入五花肉，将它炒香炒出油汁，然后放入蒜末小米辣，倒入切好的香菇，翻炒至断生，再放入青菜梗，调味加盐、生抽、蚝油，翻炒个五六七八下。出锅前放入青菜叶，开大火迅速的翻炒，就可以出锅了，鲜香下饭。喜欢收藏，回家你也试试。